家好，今天呢，我们的 YouTube 又有新系列啦！是不是难得有新系列，掌声！这个新系列非常适合我，因为呢，我真的很爱很爱吃辣，所以我想说 ，Why not？ 我不发掘世界各地一些很辣很辣的东西，因为我平时你知道我吃辣的时候，我就在找谁可以推荐我，所以呢，这个吃辣的影片呢，也需要大家的帮忙。只要你们呢有吃过任何很辣辣的东西，欢迎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，不管是外国还是本地，马来西亚都可以啊。因为我已经收集几个 pocket list 了的，我会带你们去吃。所以呢，你们在这边如果有分享，然后你们真的吃到哇，真的是死哈死哈的那一种哦，记得下面留言给我。然后呢，这新系列呢，也需要你们帮我一个小忙，就是呢，这新系列的名字将会由你们来帮忙取。其实就是说懒惰想啦，不是懒惰想，是我觉得有互动，我想要跟你们有一种更深层的连接，就是你们更深层的互动。对，这名字这系列就是由你们来帮这个系列取名字这样子。然后呢，我会抽几个非常有创意、非常好笑，不管天马行空都好，也不 care 它管不管辣啦怎么样都好，只要是你们取的，我会抽几个下来，然后我会 list 给大家投票。这完完全全呢都是由你们来帮我这个系列取的。前面讲太多废话了，第一站呢，我是。来到这一间是我觉得我目前在 KL 吃到会让我然后它的辣又非常香啊！对，我要跟大家讲一点的是，我吃辣呢是有讲究的，我不只要辣，我要好吃的辣。它不只是让我会很想要回来吃，不是那种很痛的辣，你明白我讲什么吗？嗯，我懂，就是它不是只是辣而辣，它是好吃的很辣，要香、就是、很辣，就是除了酥身之外，我至少会拉肚子那种啊。Whatever， 就是我会找出很香的辣这样子。我来到这一间呢，是我觉得哇，它的辣椒是非常非常香的。我记得我吃到第一遍的时候，我是那种。会让我一直很想念的，所以呢，就是这一家，这大成露露。对，这个大成露露呢，是源自于 JB 的，所以在 JB 的时候我已经有吃过了的。来到 KL 呢，我是很想念那种烤串啊、露露的、啊，所以这家呢，我也是蛮期待给大家看的。我们先进去看。我呢，就是故意来到没有人的时候，其实这边的坐姿椅子啊是摆满很多的，我就是故意在没有人的时候来。现在呢，我们来串串喽。这边的串串一只是9毛钱，而且还有两个大冰箱，所以食材超级丰富的。今天呢，我要吃的全部都是炸的，一定要吃炸。嗯，这猪肉很香，馒头。这里就是都是我的宝贝，因为我是一个很爱吃菜的人。你看吃的哪菜不用钱这样？对，我真的是太爱吃菜了。去盐蛋白质1/3，加什么呢？这里呢有4个酱料，我通常就是吃这个。超辣酱 ，super spicy！ 哇，终于到啊！从刚刚点一直想到这个辣，到现在一直在流口水。叔叔其实已经是这边常客，真的，我们很常来这边吃。最主要就是这个酱料，来，最爱的 broccoli。你们有吃过炸的 broccoli 吗？炸的 broccoli 真的是我近期最爱的东西。好像只有露露才有炸的 broccoli 哦，平时好像都不会拿来炸哦，都是拿来炒菜的。炸的 broccoli， 然后呢？西北辣，这辣椒，笑的你涂这么多。各位为了验证哦，到底这个有多辣，我来吃一口吃啊。哎，见老板的。辣。哦，有。因为上一次我来吃哦，我就想说，我好像是习惯这个辣啊。但是呢，哎，等等，你讲就讲，你不要越摘越多。啊，你要吃这个，你要吃我现在这个的。我从来没有吃啊，因为哦，每次熟人讲很辣辣，因为我知道熟人的辣哦，就已经是普通人的很辣的。哎呦，雪儿，你不顶的哦。来，我不信。因为我通常我吃辣，我不会给他吃的，所以呢，这个频道是不会有蔡长勇啊，因为真的太辣了。哇。Do you know?而且它的辣我很喜欢的是哦，它不是那种死辣，它是有一种讲呢会有点酸，有点辣，但是辣的成分会很大。它的辣哦，你一动舌头是直接辣。
它没有给你后面来的。对，这是没有后劲的哦。哎，不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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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要学他们，很给力。粉丝吃一口，哈哈。嗯。再来这里哦，一定要 try try 看，是炸的 broccoli。很辣。我这个很完美。之前呢一直都在室内吃拉面，好像只有拉面可以做，但是呢以后呢我还会找到很辣的拉面，我还是会 try 的，就是室内室外还是会有这个吃辣的系列呢，会一直探索很多很辣的东西。因为以前我们是属于被动系列，我们等韩国出新的拉面我们才可以去挑战辣，但是 why not 我们不要自己去主动找辣面啊。对啊哦，各位哦，我不是食博主，因为我是一个很挑食的人，所以呢只仅限于辣而已哦，所以书生挑食就算了，因为我们算是一个不会一直去找好吃东西的人，但我们比较可以吃够了。Yes。但书生就会去找辣东西啊。之前炸的杏鲍菇会比较好吃，今天呢没那么脆。你看，现在已经是辣到我的这里来了。你看，书生鼻中流汗了。而且哦，不是这个辣哦，是嘴巴会很肿很肿。试试看它的，这是什么、啊？炸马铃薯片，当然很多很多，而且这个辣酱呢，不是那种我不喜欢的那种，就是死辣或者痛辣。如果你们还记得，我们有拍过一个18斤咖喱饭，你还记得吗？饭，那时候是在林静家拍，那个就是我不喜欢的辣，因为它是痛辣，对我来讲不是美味啊。其实这个炒辣椒哦，我觉得对我来讲哦，它没有太多后劲。是不是？它不是属于后劲的辣椒，它是直接来啊，直接来，它是直接来的辣椒。但我觉得它还是可以来尝试腥味哦。它的那个辣的时间没有很长，但是它就给你到去要很准很辣。这薯片的炸的不错，大家听听看。你闻到？我们通常都是晚上来这里。很辣吗？年轻人。我很少吃辣哦，可以想要流眼泪啊，或者是一直好这样子。马铃薯片好吃，是你喜欢它的香焖吗？嗯，我没有吃到啊。我个人是蛮喜欢的，没有，很难哎。我个人是蛮喜欢这边香焖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它这边的部位是你现在有哪不一样啊？你这个是香焖，不管什么部位，我这个是香焖的肚子。虽然它的味道很腥，但是我觉得是好吃的。可能是它炸的好吃啊，懂吗？做片摊就是要跟苍蝇做朋友。虽然各位不局限于户外哦，不过你们有看到什么我让我很想要挑战的哦？哎，记得在下面。贴给我，很少看熟人觉得，如果大家看回以前的韩国辣椒，熟人不可能有这样反应啊。它这个辣真的好吃，各位，你们有没有很辣很辣的火锅店可以介绍给我？我想吃火锅店，因为熟人去好多火锅店哦，跟他讲每次要大辣最辣哦，结果我就这样子罢了。还有老板，我吃掉很多好了，他吃比较多，我吃比较少。哎，等一下。很辣，煮熟不可以啊，不可以喝水。加油，煮熟。你觉得，如果是你觉得辣的话，我好奇哦。你这种辣雷味的人啊，这个已经是你的算 maximum 嘛，还不算哦。No。这是好吃的辣，不一样。你目前是不是还没有遇到那个辣可以让你喝水的？耶。那咖喱啊。它是不舒服的辣，不一样哦。我平时来这边是很多很多很多人，那我们选了一个要排东西，对，选一个时间比较少人的人来。那煮好吃。其实之前在台湾读书的时候哦，其实有一个辣哦，是书生没有尝试到的，那个麻辣干面啊，就是你们拍影片那一次、啊。对，我跟凯浩拍的那个，很可怕的那个。还有呢，这一次的话，我会想去 try 一下，因为我记得那个辣好像是通辣，不是好吃的辣，所以我对那个还好。所以辣也是有好吃的辣。对，我是想要吃好吃的辣，不是盲目目的的去吃一些辣挑战，因为我是一个很容易适应辣的人。上次我有一段时间很长没有时间没有吃这个辣，但是我第一次又回来吃回这个大成露露的辣了，那时候直接流眼泪。因为你吃过几次啊？开始慢慢适应哦。我就开始适应，我是很容易适应辣的人。还要吗，老板？还要换你啊？其实我以前也是不是厉害吃辣的，这位书生劝我劝要吃辣的，看来，看来你们看来各位。哇，马上来，哪些马上来呀？
位，我后面就会有一个人在那边独自散步啊。现在呢，我们来挑战一个吧，炸馒头，这是超辛辣的哦。馒头辛辣的呗。它这个直接卸很多辣上来，你知道吗？它这炸馒头炸得很好。嗯，来各位，可以啊。来呗！啊啊！我这边得出一个数据，就是哦，像熟人那种教授几次辣了哦，可以不用喝水。像我这种，我就应该有中级啊 ，medium 哦。你中级，你初级吧你。我该吃了两次沾辣椒了，我就喝一杯水，所以这个数据是这样子。哎，嗯，很爽很爽。老板，我要问你一个问题，请问呢？来。你这炒辣酱啊，多人叫吗？多人吃吗？很多第一次吃都会拿，过后都不会拿，不会拿了。所以你每一碗剩下蛮多辣椒，应该是蛤喽，一定剩蛤。因为他们一次了过后就去换过其他辣椒了。太辣了。哦，对。因为很多店哦，因为很多店讲他这个是超辣，结果是还好，每个人不相信哦。对对对。就没想到你这一间店给他们够够力哦。每次他们一拿很多，我说老板你要试吃吗？试一点先哦。会不会有人像我这样一直？很少啊，他算少数了。对，是有这样辣。男孩子跟女孩子比较男孩子。哦，各位可以 try 挑战一下，来，一次过。嗯，耶，各位，大家如果想要 try 这个大成路的超辣酱，来 try 来挑战一下，你有没有办法吃完不喝水？如果你们有结果的话，在下面跟我知道，也可以在 story tag 我来看一下你们的成绩如何。嗯。记得你们有好吃的辣，有很好吃的食物啊，那些呢，在下面贴给我，来帮大家收集，帮大家分享。如果有店家呢，也想要我去挑战一下他们的辣，也可以在下面跟我知道哦。干杯，吃辣愉快！今天影片到这里，拜。今天的战绩，嘴唇厚度，天然口红。